张艺谋为了筹备冬奥会的开闭幕式不休不眠，废寝忘食，现在总算告一段落了。2月20日晚，冬奥会闭幕式圆满结束。闭幕式结束后，张艺谋迟迟没有离开会场，拿着麦克风说了句：所有工作人员、后勤人员，感谢你们辛苦了，大家早点回去休息吧。镜头中的张艺谋显得格外瘦小，微微有些驼背，眼睛肿肿的，黑眼圈眼袋都非常明显，穿着厚厚的白色长款羽绒服，精神状态超级好。凌晨12点的鸟巢变得格外安静，剩下零星收拾的工作人员。张艺谋和他们挥了挥手，叮嘱他们早点回家。工作人员热情地回复：张导拜拜。我想说一句，张导您辛苦了。或许可能到了这个时候，张导才真正的松了口气吧。张艺谋为全世界呈现了一场视觉盛宴，让我们看到精美绝伦的盛大冬奥。70几岁的张艺谋又创造了一个辉煌，你愿意为张导点个大大的赞吗？再次感谢张导，让全世界看到最好的中国。铁铁们，对于冬奥你有什么不同的观点看法呢？欢迎留言评论探讨。